各位善知识，经文在第十页，这里是说佛破除无难的这个心在处的直机，所以科判呢、叫做破处即已无在前。阿难所执着的认为他的心在某一个地方处，心所在处，这里不去分别他是真心妄心，只是说问阿难，你的心在哪里呀？你把心的在哪里的地点把它说出来，用意是要问他的心所在处，而他这个直记都不是正确的，他所在处都不对，所以叫做无在，这个意思所谓叫做遮掩呢、遮止他的妄想心，用意就是显如来藏，那么这个破除他的心所在处啊，有七番。第一番就是破他的心在身内，这是一般普通凡夫都是这种的想法。所以前面阿难答复佛的问法说，如果说是心，那我的心当然是在身内啦，胸腔子里面。不但是我啊，史瑞医生同样是把心认为是在这个心中，在身中。那么眼睛嘛，长在脸上，佛的眼睛长在脸上，我们当然也是一样。那么因此佛建立一个例子来破除他的执着心在身内的这个错误。所以说有人在讲堂里面呢，没有看到如来，也没有看到大众，只看到外面，用讲堂立这个身体，用如来立身内的五脏，用听众立这个头发之长，手爪之长，跟这个筋之转，脉之摇，以这个例子说，如果你的心在身内，应当最接近的地方先看到，就是看到自己的五脏，等于在讲堂里面看到佛。那么你没有看到自己的五脏，更不知道筋转脉摇等那么直接只看到外边，说你的心在身内，那就不对了。所以这是第一番的破除他的执着，破执心在内，一切众生三界六道众生都是相同那么这是第一番说过了，接下来就是讲第二番阿难听到佛的说话之后，觉得佛说的有道理。如果我的心在里面嘛，当然要先能看到自己的内脏乃至筋转脉摇都要知道，可是都不能只看到外面，因此阿难这个心就被佛逼出来了，逼到外面去。所以第二番呢，他就执着心在身外，因此阿难顶礼佛，说出他的道理来，所以他也会举例呀。阿难也举例说，我心如果是在身内，我见不到内脏，也不知道筋转脉摇，那么这样看起来，我的心是在身外，在外面，不是在身内，因为我只能看到外边的东西，不能见自己的内身，因此他自己立过例子，好像点灯光。这个灯如果点在室内的话，当然就照到室内，通通都能看到了。那就比方，如果心在室内的话，内脏应当自己要看到。可是现在看不到，那原因就是把灯点在室外，灯呢、点在室这个房室之外，点在外边了，所以只能照外边，不能照里面。那么阿难以这个例子啊，说明他的心是在身外的，是在虚空。在外边那么他不敢像第一番的那么
坚定的说法，所以这个话例子建立出来，认为他的心在身外之后，是意并明啊，将无所获，同佛了义得无妄也。我这样子说，可能是能够合乎佛的意思吧，大概不会错到哪里去吧。话稍微软一点，但是并明还是很坚定。上次就讲到这里，接下去的佛的要破除他心不在身外的话，也是要建立一个例子。他这个例子经文里面说，佛告阿难，是诸比丘是来从我十罗发城寻乞团食，归其陀林，我已熟哉，你观比丘一人食食，诸人饱否？这是佛建立的例子啊，要破除他心不在身外的这个道理呀，不能直接说，建立一个例子来破除他啊。这佛对阿难说，你看这些比丘们，诸比丘，佛的弟子最起码常随中1250人的比丘啊，所以叫做诸比丘。刚才他们都跟随我，是来就是才来，刚才呢刚才去托钵的时候，他们都随从在我的身后，到失落发城，就是到社会城，寻乞团食，顺的意思，顺住街道上的人家，由次第1234，次第去托钵，其实团食啊，说明这个受食的时候的方式。上次曾讲过的那么就是当时佛在世的时候，印度人吃饭呢都是用手抓的啊，用这个右手的三个手指头抓成一团放到嘴里吃，所以叫做团吃，一团一团的送到嘴里吃啊。后来呀不翻作团吃啊，后来翻作断吃，一段一段，段落的段。为什么会换作段诗呢？这个主要是到唐朝的义净三藏，义净三藏就把它翻成段诗了，说我们吃东西有段落的，显明的物质往嘴里送啊，一口一口咽下去是有段落。因为团呢必定要干的饭菜才能团，如果是流质的，例如喝牛奶喝果汁，那就不能团了啊。所以这个团食只能吃干的东西，流质的不能团，所以叫做团食不完备，后来叫做断食，一段落一段落的吃，这样子嘛可以包含流质，喝茶饮水牛奶果汁都可以叫做断食。那么这里是说团食就是断食啊，一段落一段落的吃下去，那么出这个人道众生吃东西都是有形质的啊，那么往嘴里送慢慢嚼啊，然后再咽下去的啊，所以叫做团食。本来这个饮食方面呢，三界六道众生的饮食的方式有四种啊，人道都是断食，畜生道也是断食啊，都是有东西到嘴里吃下去的。第二种是触食，接触就吃了，鬼道众生是触食，所以是鬼神呢、鬼神只是把吃物的东西，可以吃的东西，他闻到那个味道啊他就饱了，不必把东西吃下去，闻到那个味道，跟这个食品接触，它就可以饱足，所以叫做触食啊。第三种是思食啊，思维的思，思维的思，思想的思啊，心里想着吃的东西，这样子也会饱的
叫做思识啊。第四种是事实，欧拉耶识的识，八识的识，以识为识，意思就是有第八识的功能呢、啊、持续到他的身体上的这个新陈代谢能够按照原来的规定去做，不会发生问题。这个主要是指禅定众生啊、尤其五色界他们都是以这个八识来支持他的新陈代谢啊、不必另外吃东西，所以叫做识，以识为识啊、断识、处识、思识、事识，这四种啊，人是第一种断识。那么佛领导比丘们去托钵回来，大家就团住饭，一团一团的送到水里吃下去啊。所以归其陀林，我亦所在。归到其陀林就是结果度缘啊。其陀太子所布施的寿林啊，结果度缘里面，大家把托钵回来的饮食啊，就用斋了。我已数斋，佛自称说我已经吃饱了啊，数止的意思啊，就是止斋，就是我吃饱了不必再吃了，就是我已数斋。这个例子用意在哪里啊？主要在下文，尼冠比丘啊，一人食食，诸人饱佛，主要就是这个这两句话为例啊。哎，我呢，你看看这些比丘们呢，他们大家吃饭了，一个人吃饱了，其他的人能够饱吗？我吃饭你能饱吗？啊，一人吃别人能饱吗？这一段文浅显呢，这样应当就可以懂了。虽然是浅显呢，这个文字里面有个问题啊。那么在古人的注解呀、啊、就有许多由这段文引发的问题，我们提出来我们研究一下。明朝四大师的这个莲池大师，莲池大师他有一部楞严经摸象记，他认为大家解释楞严经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合乎佛意，就是像盲人摸象啊，摸到哪里就认为那个地方就像什么。例如说摸到象的身体好像墙壁，他说这个象就像墙壁啊。所以这个摸到他的象的脚，他说这个象就像这个柱子啊。个人摸一把，这个摸的都对，都是象的本身，可是说的都不对，都不是象的全体。那么莲池大师他很客气的说，你们在摸，那么大家都摸嘛，我也来摸，我也把它摸一把。所以他认为他摸的未必就对，可是他也摸一把，因此他的楞严经呢，他断章取义的解释，不是解释全文了、啊，他认为一般解释有问题的，他就提出来把他啊，把古人的解释也提出来，自己的意见也提出来做参考，对不对？那另外一回事，就是摸一摸就是了。对于这一段文呢、啊，世诸比丘师来从我世罗发城，顺气团食，归其陀林，我已数斋。这一段文，摩相记把这一段文记录下来之后，他的解释啊，这接下去的文字就是说：佛以应密王之请啊，何又言诸比丘从我去师啊？他认为这个说法的时间七番破妄。正是从这个接受波斯匿王的供养回来的时候的说话，那么那一天佛并没有托钵。既然佛没有托钵，为什么他文字上说诸比丘从我去托钵呢？他这么说托钵呢，这样子好像是跟实际情况不相符啊、那么因此他的文字接下去就引证古德的注解说：“解者曰，解的人说，提讲阿难在父请日，
未必严罚适应各消，这是引证古人的解释。古人的解释说，把阿难提讲回来呀，是一天的事情。那么说法是第二天，不是当天。说法是第二天，不是当天。那么第二天当然要去托钵啦。所以是来从我，是罗发成托钵，那么问题就解决了。这是第二天的事情嘛，不是当天呐、啊。所以叫做从我失落化成托钵，这样子解释对吗？莲池大师有意见。接下去他的文字说：然经文灾必玄归，提讲阿难至于佛所，阿难见佛悲喜请罚，大众俱是承受甚之，明是当日一会，云何云是各消啊？莲池大师反驳，他说明明在经文前面序问里面最后就说，文殊提讲阿难归来佛所，那么阿难悲喜顶礼佛请求说法，大众等住要听法，那么应当是受供回来随时说法，这是当天的事情啊，不是隔天，你怎么可以说是各宵啊？宵是晚上，隔了一夜第二天才说法，怎么可以这样说啊？这个说法不正确。那么莲池大师把它否定了，把古人的这种解释否定了。那么要怎么样才对呀、啊？莲池大师提出他自己的看法。接下去的这个《摩相记》的文字说：“今为佛具千百亿化身，一身受供王公啊，一身领众顺气，一息不可呀，故俗哉，古为欲哉，一礼无哀。”莲池大师的文字接下去说这一段话，他说我的认为，今为我的认为啊，佛有千百亿化身啊，那么他一个身体去王宫接受波斯匿王的供养，另外化一个身体领众去接受供养，那又有何不可呀？不是也可以吗？那么莲池大师的意思是说，佛有千百亿化身啊，他的本尊去王宫受供养，他分身领带那些没有应供的去托钵啊，那么如果这样子说不就通了吗？实际上莲池大师这个说法我也要把它否定，也不通。为什么不通啊？因为前面序问里面明明说佛叫文殊菩萨带领啊，分配那些比丘众去应供，给那个王臣之外那些大众的请供啊啊，分配给那个大臣啊长者等，所有的供养由文殊去分配的。他如果要千百亿化身，他何必叫文殊啊？他前面既然叫文殊去，那就没有分身的事情。释迦牟尼佛只有他自己的本尊到王宫去，他没有分身。领众去应供都不是托钵，领众应供的是文殊，不是托钵。那么莲池大师这个说法也不通，也不对。可能他摸象摸的没有摸准呐、啊，又没有摸错了啊、不对啊、那么接下去啊，他又有一段话，有说此举平日其实啊根据平日其实常宜，平常就是这样其实嘛，其意一通啊，有人说这是根据平常时的托钵嘛，那一天是应供啊，但是平常时是托钵的。他说这个文字上说的是来从我失落化身啊托钵，其实那是说平常是托钵，不是当天的事情，有人这样解释啊。那么这个莲池大师后面有两个字也表示同意啊，一通也可以通了，一通啊那就讲也可以通了，也可以啊。但是他又反驳了，但是来二字啊不是平日，呵呵，经文里面明明有是来二字吗？啊，这个经文里面明明说佛告阿难啊，是诸比丘是来从我失落发生，是来就是刚才啊刚刚跟我去托钵嘛，那你说是平常时的托钵不通，也不对
所以他这个摸象记里面对于这一段文呢、啊、没有讲通，他自己的认为我又把他否定了，根本没有讲通，所以这个摸象还是摸不出来。这个道理应当怎么讲呢？还是第一段的话才对，割肖。但是这个割肖割天呢、啊、说印功一天说法第二天，但是并不是说第一天没有说法，回来之后佛对阿难说我有一个三摩提叫做大福丁首楞严王啊，那么接下去一直说，说到问阿难你当初怎么样发心啊，那么阿难说我是看到佛的三十二相庄严我发心，那么然后佛破执他第一番心在身内的话，注意听啊，第一番心在身内的话，那是当天，那是当天啊，就是去应供回来当天所说的法。哎，我慧性的意见认为释迦牟尼佛当天回来跟阿难说话，就说到第一番心在身内的话到无有是处为止啊，你认为心在身内，既然见不到内障，无有是处，没有这个道理。到这里为止，当天的说法完毕，听好不？当天的说法就是第一番说完就停下来，停下来这个第二番的话是第二天的。现在讲的阿难说，我现在我想到佛的说法呀，哎，我了解了，心不在身内，而是在身外，嗯。说心在身外的话是第二天讲的，那么你会问我凭什么呀？这个可以想象出来的，古人的说这个翻译啊，尤其在结集的时候，他就把相同的文字把它汇在一起啊。当天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说法？那另外一回事，也许在其他的经文里面，不在这里。那么跟楞严经破阿难的这个心在身内身外的话，这是连贯的，连贯的，但是他当天只说到身内，住在身内不对，那么这个时候应当停下来，阿难要回寮去想一想刚才佛说的话，他说心不在身内，我得好好的研究一下对不对呀、啊、是不是就不在身内呀、啊、哎，佛说话不会错的啦，他在寮房里面一直在研究，佛不会说错的，是不在身内，因为看不到内脏，那么既然如此，那只有在身外啦。所以他一个晚上才把他想通，第二天托钵回来，佛在说法的时候，他就提出他的问题来，当然他文字里面不能有昨天呐、啊，这个结集的时候就把昨天散掉了。就不需要这个昨天了啊，可能他在结集的时候就没有昨天了，因为这是跟昨天连贯的文字一直连下来嘛啊，所以不必把那些没有意义的文字啊把它搁在中间，所以把它散掉，只连住下来，所以文字连贯的太好了，人会认为是连住的，是当天的。
护持台湾燃灯功德会，邮政划拨，户名社团法人台湾燃灯功德会，划拨账号50323858，50323858，银行账号，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账号012-001-202-608，012-001-202-608。有关弘扬佛教教义及活动相关之供养僧众、供斋、点灯、慈悲施食、药供烟供。新逢药师佛圣诞，慈悲置业花莲分会起建药师法会，日期11月12日至11月19日，12到13日上午9点开始，14到16下午1点半开始。恭送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恭请法务指导僧众共同领诵。18日早上9点开始传授八关斋戒，下午1点半开始佛学讲座，恭请湛江法师主讲。19日药师法会圆满日，礼拜药师宝忏大甘露施食，恭请湛江法师、湛同法师共同主法。地点花莲中心，花莲市建国路160号。电话03-831-1673，03-831-1673，敬请与会菩萨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慈悲置业高雄分会中山书坊举办八关斋戒暨礼拜药师宝忏护生小蒙山，恭请广护法师主法，法务指导法师共同领众。日期11月19日星期日上午9点开始，地点高雄分会中山书坊，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洽询电话07-221-2323，07-221-2323，07-282-0278，07-282-0278。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佛教中山书坊法会直播，请搜寻脸书佛教中山书坊。想想一部楞严经，别说是全部，一直到25圆通说完，文殊劫这个学者真法言学耳门圆通说完6卷多的经文，6卷经文能够一天说完吗？